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山东时讯。农业部部长韩昶富日前在北京会见英国环境、食品和乡村事务部国务大臣伊丽莎白·特拉斯，双方就加强两国农业合作交换意见，并签署有关合作谅解备忘录。韩昶富提议尽快成立农业合作联合委员会，推动中英农业领域合作不断深化。特拉斯对此表示赞同，愿进一步加强合作。